我看你也是很紧张哦。哎，听讲按摩手指哦，会当舒缓紧张。免啦。哎呀，林子胜，我李叔嘛有讲，手术之前哦，爱身心放下轻松。按摩中指哦，会当舒缓愤怒，起码小心哈。安那，我感觉较无想要对我发脾气吧？是不是安尼？你讲啥？无啦。恁继续啊，卖好我的粉红泡泡消失。什么粉红泡泡？我这是咧贴金色啊，按摩放较轻松的。对啦，只是按摩啦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心照不宣啦，嗯。是在你脑补啦。对啦，我交代你的物件咧。好，这是你替嫂子买的，我当然嘛袂袂记你。啊，还有。啊，还有阿妈的。袂用的啦，像你遐大条的代志，我哦也是爱甲美华讲者，是好是歹，我拢爱家己承担。啥话？担心要关官给伊老母？刘永祥，关官，这个担心来这尼啊戆啊！关官这尼啊危险的代志，阿姨奈安尼大主大义，拢无跟我参详一下。担心，袂紧张。我伫外口等你，咱手术结束，你把准备金就还给我。您放心啦，我好知啊，手术一定平安顺利。我袂烦恼，你以后哦真勇敢，一定平安无代志。哥，你安尼蒙上海头哦，特别输在蒙小狗狗诶。你是不是？你蒙头的动作有安胎作用，会当减轻单亲面对手术。紧张的情绪啊！干嘛呢？啊，不过查甫摸查囡仔的头，是有一种想要关心、呵护、佮宠爱的行为呢。自从你误会啦，恁哥只是把我当作纽波利顿铁棒。因为佮差一张要写的表格无摕着，请你家小蛋姐，我先去处理，马上回来。哎呀，啊，这护理师。那会这尼啊煞啦？啊，这间病院的效率真正这尼啊歹哦。人安尼啊无闲哦，难免会出错啦。啊，你哦小共体谅一下啊。哎，啊，唔都是换一个官尔。讲到遐尼啊轻松，我的官官的人不是你，林国庆，你哪会有面叫担心做这款代志啊？过去，你进去，搞进来去。来，妈，你误会啊啦！我误会啥？你洪生哪有去啊？你敢不知？不管安怎讲，你是跟我来等啊？嘿啦，啊你拢无听人咧讲哟？迄关关人拢开 Lexus 甲 Benz 呢？迄不是讲干开膛破肚尔？你身躯过一个 L 型，还过是三叉型，迄八至少30公分以上的，先莫讲有偌疼。啊！你一个长那水水啊，老街巴都未看到的哦。妈，无人逼我，嘛无人搞我洗脑，我是自愿要关关给阿妈的。啊！你先做，要安尼做啊？杜春讲你是林家的新妇，你嘛免为着要友好，你都安尼牺牲家己的身体啊？这也着讲，想嘛知影讲伊在林家哦，跟大家哩未拄好。俺们在讲，我想讲哦，看当关官了，后摆日子较好过无？无你是？林子胜，你是真正把酒精烟看当真无这种下去？我甲病医评估过啊，手术风险真低，而且阮爸甲主治医师嘛讨论，决定要用腹腔镜手术，安尼老的疤痕袂伤长，
只要手术了后好好照顾。这更是重点。林子深，之前我搁看你的代替单，真去红线嘴皮，太贵。我搁廖顺讲，你真正是为着伊在设想的。想袂到在这么要紧的时阵，你给伊说出去牺牲。我有影是目睭去顾着老阿妈，我看唔着人啊啦。妈，你讲了对，小叔也无够好。你唔通扛着我走人哦，啊！若无你袂真正甲你拖出去整啊！你敢拍我的后生，我是安怎唔敢拍伊啊？宋美华，你是凭什么拍我的子孙？凭你讲话无算话，做人的翁婿，拄到这款代志，竟然叫某去担，叫伊去替你做遐尔危险的手术。妈，我都讲啊，我是自愿的，阿妈是冒保险，敢然有性命的危险。那是无人管管好伊，大家就会失去伊啊！啊，所以咧，林家敢那剩你一个人啊？信？因兜遐尔啊济人，敢讲拢无一个人会当管？敢会是林家因的人哦，拢无心无肝？你讲啥？啥物叫无心无肝？阮是无法度管啦！啊，若无，阮嘛无想要欠这种人情啊！美华，阮接到阮妈的病危通知，阮拢有去做检验比对啊，啊，结果。子孙的肺炎无复发，子彤有乙肝带源，啊，剩我，剩你，啊，你就去管啦，是安怎叫单亲去嘞？啊，无你叫伊去啊，伊毋是真爱抢，赶紧抢啊！这款代志紧抢去做啊！我若是会当抢，我绝对抢头一个，我可袂得把我的肝全部拢呕出来，好吗？啊，不过我就是无复发嘛。还阁好，你明明知影，阁轻易着干，伊无法度管的。你即摆硬逼伊去管，都是等于叫伊去死。你这个查某人，哪会这么恶毒？我恶毒，恶毒的人是你啦！亲情将我的子线逼走，即摆恁都出代志啊！你惊受伤害的人，会是你的翁、你的囝？啊！是你的什么囝？所以你就把脑筋动在单亲的身上。你的囝拢是宝，别人的囝拢是草。妈边啊，迄个查某囡仔是啥？你的查某囝无这么恶毒，伊愿意跳出来救阿妈，所以你才气到要死。查某囝，妈还有一个查某囝，宋明宏，是上帝用奥博，大家心肝来知知啦。非得今仔日，我一定要把单亲带走。袂让伊伫咧遮悠哉，恁伫咧欺负啦！真正是亲情感动天呢。啊，不过这到底是真呢，还是演呢？天公伯敢看袂出来？啊，单亲啊，不是你的亲生查某囝啊，只是你领养的。你对伊的感情真正这么深？原来是领养的。免讲遮个啦，非得你就是私心，想要保护你的囝儿。所以才会逼单亲去做这款的牺牲。啊，代志到这来哦，什么可能性拢有啦。凡说因囝的血型无符合哦，妈先做下手啊。你这两天我袂讲啥？对吼、哦，啊，若无奈遐尔拄啊好，伊的血型就是无符合。无听到？哎，林子深根本就唔是林家的种。美华，你这个查某，你这个查某嘴哪会这么傲娇，这么歹啊？人咧讲，饭会当有白吃，话袂当啥咧有白乱讲。你根本就是怨毒啊！怨毒啊！替林家生一个后生，一个连母都无法通照顾的后生，是有啥物路用啊？你给我讲。你讲讲，我刚才没讲啊！我不准你欺负我，怎么见啦？妈，你我怎么见啊？妈，你去他当起来呀！顶该你跟我认错，我心内阁有淡薄仔感动，就是你还袂把我放袂记。原来是我想太多，你早就把你的母爱拢给你领养的查某囝。
妈，你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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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尊重伊。你尊重伊？你根本就是将难题送给丹青啊！尔，讲要保护伊的人是你，逐摆出代志牺牲伊的人嘛是你。你甲丹青只是契约婚姻嘛尔嘞，你即摆呐当作生死状啊是？你真正是看伊成龙将伊搞搞嘞？海威啊，这边应该讲。你讲啥？啊，丹青甲林子山的婚姻是假的？凯宏讲的敢真实嘞？阿奶奶跟林子深签什么结婚的契约啊？妈，这一切拢是我的主意，跟丹青无关系。我是因为阮爸着癌症，我惊伊无法度看到我结婚会有危险，所以才找丹青，甲伊提这个假的契约婚姻，真正甲伊无关系。伊是同情我，才答应。啊！你就是因为安尼，才跟人签合约。啊！你来这么戆啦，同情心阁是安尼用的啊？啊！你即摆安尼，伫个人道安尼，互人压死死，生活阁这么无尊严，都是因为有这个合约对吗？你来这么戆的，妈，你莫生气啦。你啦，你阁较可恶啊！为着家己要做好主，你就摕丹青做工具，你有够可恶的你！你讲阮子生可恶，你嘛同款啊！你想要保护林家，你一开始嘛是把丹青当作工具咧利用，互伊嫁入来啊！你哪会无提镜照看卖啦？你哪有迄个面？对我子珊讲这款的话，林宏，美华会安尼做，你想得清楚啦。你无迄个资格对美华讲这种话。好，怎啊？拢是我唔对，全部拢是我唔对，你对啦。好，我一个人哦，有法度把子珊塞落来啦，跟你完全无关系，哈。所以我有在反省啊，啊你敢有？啊？啊，愈讲愈离谱啦！丹青是美华的查某囝，啊美华为着伊出头，啊唔甘伊，这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啊！啊，若话做是咱子彤要捐款给别人，啊你敢会愿意？啊？我看哦，你拼死命拢把子彤救转来啦，做人唔通安尼啦！爱将心比心，你唔够劲啊！我即摆是咧叫你骂呢。骂啦，知影你用这种糟蹋的方式来救你，你甘愿去做神啊？美华，对你啊担心哦，我有真侪亏欠，啊个感谢，尤其是担心啊，伊愿意关关救阮妈。我对伊的感激，唔知影要安怎表达，阿无天下父母心啦。阮妈即马有性命的危险，随时拢会离开，我的心都亲像倒来挂。阿不过我也是决定要通知你，因为我知影，丹青嘛是你的宝贝。阮搁较安怎自私，嘛袂用去干那顾家己啦。你即马吼是足生气的，我会当体谅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会用去感受我对你的尊重。阮真正无欺负单亲的意思。
我唔知你是啥物意思啦。阿姆哥，我是绝对袂同意，让丹青去替恁做这款牺牲的。搁再讲，我知影即马因的结婚是假的，我搁较无可能会同意的啦。我了解啦，丹青啊，你的心意哦，我替阿妈收来。这阵啊，辛苦你啊，你赶紧哦，带恁妈回去吼。